在场的师长和来宾康泰平安，谢谢大家。谢谢校长。在听完校长给大家的原因后，接下来我们邀请本校校友总会理事长谢雷诺谢理事长为我们说几句话，让我们掌声欢迎理事长。副校长、两个院长，还有各位师长，还有最尊敬的朱立文市长，他今天是我们演讲贵宾，那非常高兴啊！我想在这里先祝福大家呢，能够毕业快乐啊，很顺利的毕业。然后呢，我听说呢，来到世新大学演讲的贵宾呢，出了世新以后，都会见官加三级啊，要升要发大财就会升官啊，所以祝福他明年能选上总统。第二个，